7月12日，体操冠军李小红的妻子李安琪晒出儿子近照，照片里刚满1岁的宝宝手拿面包送入口中，恰好被母亲拍下他大口咬下去的样子。网友们看到李小鹏爱子近照，除赞其可爱外，还惊呼一家人基因似复制粘贴，和奥利好像啊，吃东西的表情也一模一样，鼻子上还有颗一样的痣。近日李小鹏在自己微博上发了一个很短的视频，说自己玩的是李小鸟跳，还发了2个卖萌的表情。视频里面弟弟和奥利都在乖乖地站着，然后穿着 T 恤短裤戴着鸭舌帽的李小鹏突然倒退着出现在画面里，然后迅速跨着跳过了弟弟的头顶，还一脸玩得很开心的样子。自己跳得开心了，但是弟弟似乎毫无反应，动也没动地站在那里，连头都不转一下。不过细心如我发现，这个视频里李小鹏的动作怪怪的，很明显是倒放的，现实里他应该是正面从儿子头顶跳过去的。